要不要跟镜头比个耶？不要。江慧都会再来比个耶。你现在很开心。碰到坐伏地挺身，好痛！你可以录一下。来这里都会表现出真实的自我。又痛到坐在坐伏地挺身。这脚比较痛，是不是？很痛，超痛的。大法师。他们好像被附身。我要帮他驱邪。脚被钉在这里，像逃跑。那起动了啦。赶快问事，赶快问事。哇，我怎么感觉你没有在按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我没在按啊，他很会演。其实你刚才在上面也是这样，我根本就没做什么动作。哇！这边应该剪得不错，左边痛哎，还好我开摄影，很有戏，非常好。
看到有人这样爬下来。他要跳 breaking。今天运动量够了，很高。各位观众，这是男生生小孩的感觉。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老公啊，或是男朋友体验那个什么生小孩的感觉，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而且我可以帮你拍纪录片，我们有最好的收音效果，而且我们还有冷气的服务，让你这样子不会过于彪悍。而且老婆或女朋友可以在旁边这样收看。还有，我们可以现场预订这些摇滚席哦。有没有预售票？欢迎打下列专线。哇！有戏，比刚才那一段好多了。觉得已经开始在解开，没那么痛了。我不知道，好痛！哇，看来这脚还是真的比较敏感。很痛，应该快没力了啦。忍不住了，忍不住的痛，忍不住，禁不住。你平常的痛禁得住吗？可以。没有那么痛、啊、你看，其实你看我还在抖脚，其实对啊，你看起来只是靠在他身上，对，只是靠着而已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这些都是专业的演员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仪式？你不要再这样插手了啦！哦，好了。有可能。哦，有可能。哦，那我尽量现在放松。还是我们想聊天一下之类的。这样可以转移你注意力。其实我家人都把这种东西当成背景音乐。对，我就算听这个我也可以睡得着。听习惯了。不过常常听还是觉得很有趣。一下就起档了。他还在干嘛？他要跳 breaking 啦。瘫在这，哎，录影就盯住了、哦，尽情的叫出来没关系。在干嘛？
他中邪了啦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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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我要把它发出去，发IG吗？对。